看这一题，他说有一束哈单色光哈，由这个空气啊哈，以45度的入射角射入这个介质，哦，这个介质上下两平面是水平的，但厚度是 D， 好，而透明的这个长方块哈，长方砖，它的折射部分是光径哈，如这个图了。这是它的光键，入射区的入射点与出射区的出射点之水平哈，横移是 S， 水平距离是 S。假设所有的光线只在两水平界面发生折射，我在这里发生折射，跟转反射哈，则下列有关此长方砖的折射率及其在空气界面的叙述，何者正确？好 ，A 选项。他说折射率哈，砖长方砖的折射率是不是等于 S 分之 D 啊？好，那我们来算折射率。好，根据斯奈尔定理啊，我们知道空气的折射率是一嘛，一啊乘以 sin 45度，啊会等于多少呢？会等于这折射率 n， 啊乘以 sin 西塔。但是问题是这个西塔等于多少？天线西塔是 S 除以 D 啊，哦，天线西塔哈是等于多少呢 ？S 除以 D， 那这样我就晓得哈 ，sin 西塔应该多少呢？应该是等于哈，这看成 y， 这看成 x 了，那 sin 西塔就是 r 的话就是 x 平方加 y 平方开根号，哦，叫 S 平方。加 d 平方开根号，啊，分之 y 的话是 s。好，那这样我就可以算出来，算出 n 来。那 n 就等于多少？这是等于根号二分之一啊。这个是等于 s 除以多少 ？s 平方加 d 平方。好，那 n 这样就算出来，就是等于根号二 s 哈。好，这根号，那个 s 平方加 d 平方，哦，这个就是折射率。好，那 A 选项就错了，哦 ，A 选项不是这个答案。这样看呢 ，B 选项 ，B 选项他说，那个折射率是不是等于 s 分之 d 平方加 s 平方，差一点啊，差一个那个根号二。所以 n 也是不对的。这样看 C 啊，他说若两界面反射而回原空气的回原空气入射区的光线哈，这个会互相平行，这个对了。就这条光线跟这条光线会互相平行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45度的话，这个也是45度，我们用两次斯奈尔定理嘛。因为这是西塔的话，这也是西塔，我就 n sin 西塔等于一乘以35度啊，这也是啊，这是西塔，哦 n sin 西塔也会等于呢一啊乘以45度，所以这也是45度，所以这两个会平行，所以 C 是对的。好，这样看 D 啊 ，D 他说若增大入射角哈，这个入射角的话，把它增大，则会在呢入射区的界面哈、哦、发生呢全反射哈、哦，这个不会啊，哦这个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，你增大入射角的话哈、哦，它都能够满足呢这个斯奈尔定理啊。我们所谓什么呢？所谓什么？所谓会产生全反射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。在这里会产生全反射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角度大到什么呢？这个会变成什么？变成90度了。啊，变成90度，那个时候的角度呢，我们叫做临界角。但是问题是，这个如果趋近90度的话，你这里必须也要趋近90度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是互相平行的。但是问题是，这个入射线不可能超过那90度。哦，这入射线不可能超过90度。所以在这里的话，这里的话也不可能呢，大过90度，
哦，所以的话在就是在靠近那个非常靠近90度的时候就已经停止下来了，因为这两条线永远平行的，所以不可能在这里产生全反射，就是说这个入射角的话不可能超过什么，超过临界角，所以的话这个是不可能的，哦，不都不会产生全反射。好，再我们看一，若同材质长方块的厚度低增大，则它的折射率亦会增大，哦，跟这个没有关系啊，哦，你这个那个折射率是物质的特性嘛，不会说它因为它那个低增大折射率就增大，一是错，所以答案应该是选 C 啊，哦，这一题答案应该是选 C。